我哋今日嘅主場嘅雙方咧，其實我哋係 Nike 五人足球賽2013 Nike 級嘅總決賽，男子組18歲以下組別嘅總決賽啦。咁啊，非常之好新型嘅18歲以下嘅球員啦。咁啊，介紹雙方嘅陣容先。深藍色衫嘅係魚丸嘅E隊。 球員有1號嘅陳偉志，2號李善賢，3號黃宇正，4號潘文滔，5號文傑，6號廖俊橋，7號李寶傑，10號余景永。橙色衫係柏希，1號衞生滿員陳耀聰，2號張俊賢，3號林培文，4號馮冠明，5號陳思基，6號廖天樂，7號顏志軒。 8號陳廣豪，9號黎格爾同埋10號梁創業嘅。